此时的快乐开始具象化，没想到方当等坐席反手杖安慰，好坐，哎，坐。我真的好喜欢满满当当的手杖呀，今天就准备用这个小蓝方砖来贴一个过瘾的。面对这些可爱的小东西，简直是爱不释手呀。拼拼凑凑就是一个可爱的世界。这个是小零碎 Pro 版本，会在5月中旬和小宝们见面。 Pro 版本加入了很多新的图案，而且还有三种材质。明白了，用流水账记录生活也没关系，因为即使是流水账，也是小宝独一无二的生活。